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福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从孤惑鸟开始，作者胡尔该，演播三生净水、刘兆坤、蔡星纯等人。第272回，90吨无知奇。气色不错啊。李岩抱着肩膀对桌子对面的扎小刀说道。哼，还行。本来想请你们到我店里，可是这不是出事了吗？馆子里乱得伸不开脚，就带你们来这儿了。尝尝牛肉丸子，手打的，瓷实还有嚼劲。你们来京海，我也算是东道主，这顿我请，就别跟我抢了。这家火锅生意红火，食客们吃得满头大汗，闹是闹了点，可氛围非常火热。筛网里的肉丸被烫成白色，吃进嘴里喷香。李岩夹了几筷子，抬头问道：佛跳墙什么时候能做？扎小刀没想到李岩这么直接，愣了愣才说道：今天就行。我不跟你外道，你也别跟我矫情。李岩放下筷子，扎小刀划拉着盘子，肉丸扑通扑通落到水里，又拿筛网拢住，这才对李岩说：过去的一个仇人，我昨天刚刚料理掉，收尾干净，没有后患。一向沉默的丹娘忽然开口：他作恶还是你作恶？李岩有些尴尬地瞅了扎小刀一眼：我只能说我不亏良心。丹娘呜了一声，帮手给小刀递了过去：嗯，我就是问问，别放在心上。哎，其实我挺好奇，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你跟李岩的关系不像从属。恕我直言，我不是没见过行走身边有其他果实的生灵，可你不太一样。哦，当时我还以为李岩是大明的皮匠，他那个时候身边跟着一个黑夹克的女人。还有一个女人？扎小刀瞪着眼睛站了起来。那个姑娘，再给我们添点汤。李岩打断了丹娘的话，抬头冲旁边收拾碗筷的服务生说道。扎小刀瞥了李岩一眼，低头吃得啧啧作响。三人吃完之后，扎小刀和馆子老板相熟，早早地借了一间灶台，这时候正在煲汤。几个人吃完饭，扎小刀招呼一声看火的师傅，自己接手。约莫20多分钟，耗费扎小刀辛苦收集的南洋食材做成佛跳墙，终于摆上了桌子。热气腾腾，青花瓷的一盅，嫩黄色的鱼翅，旁边是黑色的海参。佛跳墙食用后增强阎浮行走 5% 的觉醒度，需求珍贵食材，行走传承觉醒度 69% 及以下使用有效。这么行，这也就一口了。他要是解饱，我还带你吃什么牛肉火锅呀？每种 5%， 我也占你不少便宜，你3-5-2好了。你说要自己做下次阎浮试检，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是甲瀛洲一颗排位很靠前的果实，这个果实很有意思，厨师的地位很高，我当初在那儿拿到了大吉的评价，可以再进入一次。这次去也是实力高涨，想去捞点好处。扎小刀这么一说，李岩也忽然想起来，自己除了一次进入太岁果实的权限以外，榆树还交给自己一把通向某颗阎浮果实的钥匙，还叮嘱自己不要马上进去，现在看来是正好。另外 Judy 那边，李岩没来由地看了丹娘一眼，不知怎么的，平时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丹娘这次格外敏锐。他低声地问李岩：怎么了？没事没事。既然有果实记录在，说明以后肯定有机会能再次进入的，他也不急于一时。这么想着，李岩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电视。哈，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电视里的油腻男人一脸认真，
初入职场啊，大伙儿一定要记住。李岩苦笑着摇头。怎么不动筷子？扎小刀问了一句。李岩没说话，而是把他昨天夜里从严府那边取回来的传承拿了出来。不过不是卷轴，是一小块红色的碎块，摸上去软软的，颜色璀璨。没拿到湘君，反而拿到了吴之奇。李岩查过才知道，赵建中没有耍滑头。论讲起来，吴之奇的序列恐怕还在湘君之上。关于吴之奇，只需说两点即可。一则，他是淮郭水神，为祸一方，为尧舜时期的奇妖；二则，民国时期便有学者考证，吴之奇正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虽然吴之奇是裸类，是五虫而非五仙，但是无伤大雅。扎小刀现在也是五仙类，抛去之前所说的优待，他能从阎浮那赚取的权限，也只是到了九曜的时候可以进行对新进行走的识毒考核而已。另外也能多接触一些没有见过的行走，至少扎小刀自己觉得用处不大。再加上赵建忠的话，李岩也就没有太惋惜。传承吴之奇之血霍灵，吴之奇白手长旗，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目若昏昧，目比水流如泉，邪目心慧，人不可近，久乃隐井深嵌，双目忽开，光彩若电，太平广记。吴之奇复苏程度 9%-100%， 传承与行走修气相关，提高复苏程度，行走的寿命和身体素质都会得到提升，完全复苏传承，寿命加倍，拥有者获得永久固化状态霍灵。霍灵增强持有者的 90% 水气操感能力，该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水气的运动，且可以在某些果实当中与更高品质的控水能力相结合。霍涛，吴之奇动辄有洪水相伴，行走可以通过肉身储存一定的水气，当前储备上限90吨。备注，吴之奇在一些人手中有山崩海啸的威能，可在另一些人手里只是一辈子的洗澡器。李岩捏碎血块，身体一阵清凉，眸子前头忽然有一头气势凶恶的白色猛猿扑来，一头撞进了冰山当中，一下子消失不见。整个过程快得不可思议，远比当初使用孤鹤鸟传承的时候身体的排异感要小太多。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福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从孤鹤鸟开始》，作者胡尔该，演播三生静水、刘兆坤、蔡新纯等人。喜欢本故事请直接订阅本专辑，我们下一期再见。